第26题，电路装置如右图所示，则电流 I1、I2、I3 的大小关系为下列何者？我们这里没有给任何的数字，我们不可能真的算出它的电流大小，但事实上也不需要算，它就是在考我们电流串联跟并联的关系。我们从图上看到 I1、I2、I3 三个是串联，串联的时候总电流跟分电流全部都一样，所以每个电流大小都相同，因此第26题问我们说，则电流 I1、I2、I3 的大小关系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I1 等于 I2 等于 I3。